是不是要出演了？全部都是雾了，越来越浓。我们快要看不到对方了。你们往上走。以前试着找到我们，我们开始玩捉迷藏。我们这边还会卖香肠跟玉米，把那个排骨洗干净再洗。玉米要切，平常就跟你讲了。超紧张，最关心到五颗星的。